周深节目录制花絮，我是笑声最大的仔。Hello， 周深。Hello， 你好。哎，不要。3月22号，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更新了113个打歌周期，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周深的身边打败了自己的小美满，荣登冠军，而小美满位列亚军。另外，周深的另外两首歌《共鸣》和《浮光》分列第5和第10。这一期虽然没有前两期的前10独占其六，也霸占了4个席位。而周深新歌《春雪》虽然发布仅2天，却成绩斐然。截至23号，在腾讯音乐平台巅峰榜中，潮流榜上升到第2，飙升榜空降第1。此外，22号，周深和康师傅《老母鸡汤面》官微也分别发博预告了3月24号晚8:29，康师傅好汤品牌代言人周深将空降康师傅食品旗舰店直播间，大家记得看直播哦，买不买不重要，关键是看周深直播。这2天，央视《非遗里的中国》贵州篇开录，周深被邀回贵州参加录制2天。看录制场面宏大且热烈，周深和少数民族朋友在一起没有距离感，看出了周深现在就是贵州的名牌。周深为自己的成长地贡献一份力量，是周深最开心最有意义的事情。看到很多人在帐心洞寨遇到了周深，不知道周深有没有唱歌呢？应该是有大合唱，唱响村歌。周深一出来营业，就有好多路头可看了。看到很多路人说：“这是周深吗？”哇，好小一只，好可爱呀，好有礼貌，一直在挥手。还看到一个视频，传来一位女生：“周深，妈妈爱你。”周深听到都笑弯了腰了。周深，你好。
在他的皱纹里。什么让世界常涌出个奇迹？人们相爱万物，温柔着相依。每当我对生活冒出些怀疑，这些快乐就是一阵伤心。2023年，周深被央视邀请参加烟台《你好生活》节目录制，和央视主持人一起为观众带来了一个既欢快又美好的生活节目。周深在烟台录制期间得到了热烈欢迎，并和当地小朋友合影留念的视频至今还被广泛赞扬。这次又被央视邀请录制《非遗里的中国》，相信节目播出之后定会引人注目，期待节目的播出。近年来，周深在各大音乐节目和晚会上频繁亮相，其音乐实力和人气不断攀升，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和尊重。周深的舞台风格大气自然，能够很好地与观众互动，带领观众进入歌曲的世界，共同感受音乐的魅力。同时，他也积极参与公益活动，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正能量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期待周深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，用他那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，继续陪伴我们走过每一个难忘的时刻。让我们一起期待周深在未来的音乐道路上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。海浪无声，将夜幕深深淹没，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，带在梦境的缝隙里流过，凝望你沉睡的轮廓，看海天一色，听风起雨落，执子手，吹散草茫茫烟波。大鱼的翅膀已经太辽阔，我松开时间的绳索。